大家好，我是小妮。今天这个潮退的挺大的啊，风和日丽，不得不说有点热。走，下去赶海去。看看这个，看这个肉肉，大不大？我说大不大？咱们都走了半截了，哎。白鸽，是一个，这是个啥？二哥，走，咱往里边走。看这个潮水，今儿人好多好多，这往下退着来哈。啊，这边有一个，哎。哎，我的小桶别给我出去走，特别大。走你，这还有一个。哎，我的天，哎，都这超大个头。走，往里边走。你看，水中央钓鱼的。哎，小家伙。哎，嗝屁了是吧？走，这水，哎，他那肉肉，你走吧你。哎呦，你找找哈，还有没有？哎，这个看，哈、哦，你好大呀！看，大家可以看清它这个舌头吗？哎，缩回去。哎，跟我走吧。真大。哎，这还有一个。都没钻进去，看，出来吧！哎呀，大不大？走，咱往里边走。这地下有啥呗？神呐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壳吧你？哎，寄居蟹。光一条鱼飞走了，我看见。嘿，光是一条鱼飞走了，我看见你了。哎呀，这是，哎，咦，这有一个干嘛哥？真是，哎呀，就一个这个，哎，还有一个胖头鱼，鱼好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看这儿有啥？嘛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没有哈，你看这个货，搞笑不搞笑？嘿，又吓我一跳。这是个壳吧？壳就不要你了。搞笑的家伙，桶呢？我桶呢？我的小桶在那儿。这是个活物吗？是的。白嘎了，春季的这些东西都可肥了。哎，看起来这儿有货呀，可惜我们拿耙子。你看，没有，
不行，这有小的，小一点。得了得了，还是往里边找大货去吧。走你，看收获，看这毛蛤大不大，一口吃不下。好了，咱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小妮视频的话请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走了。